一个感觉就是讲，对了着一个寿命来讲个，啊，会当学习其实是足够个，因为如果若是有一天，咱会感觉讲，我乃有遮济，乃有办法遮济，迄个时阵有可以和平。因为目前是嘛深深的去体会，哦，尤其是咱的人生来讲起来，咱拢听咧听咧吼，咱讲平静世间千条万条路，唯有不是不过一句话，其实伊是千真万确，也是，哦，因为咱拢知影讲，心不带来，事不带去，凡所有想开始如果。啊，所以讲呢，搁有过去，过去这个啊，诸菩萨，因拢已经证，已经呢，给咱做一个正道，啊，正道给咱看。因为咱人家咧修行，想讲啊，修行唔知为虾米，感谢。哦，啊，咱到后来想讲，诸菩萨是咱今日去万民上尊敬的对象。就是诸佛菩萨，啊！伊之所以伊会当成就诸佛菩萨，是由于伊在世有修行啦，敢是？哦，啊！咱今日去来，如果会当头发了解伊的修行，那安尼咱无法度去见果嘛。所以讲呢，迄个啊，毛泽东呢，哦，伊这应该是咱伫迄个啊。主持内底应该是较快吼，就是毛泽东有一天会去请教一个啊，一个大师个对啦。伊讲伊这个佛教吼，人拢讲有轮回啦，吼、哦、有这个轮回，但是是要安怎让人会相信咱人是有轮回？所以讲，迄个大师个代讲，就当讲啦。问毛泽东讲：“你今仔日敢看会着明仔载的日头啦？”咱讲一件事，今仔日敢袂当看着明仔载日头？对啊，对。你认为？啊？啊？什么不确定？今仔日是今天呐、啊？今天你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阳吗？哦，这个对了，明天后天讲闽南话，你听得懂？今天不可能看到明天的太阳啊！明天的太阳没到啊！明天过去还有明天哦。啊，如果说以事情来讲，当然今天不可能看到明天的太阳啊。所以那个大师就问毛泽东，毛泽东看不到啊。但是这个大师又问这个毛泽东，你相信明天会有太阳吗？各位先生。明天会有太阳吗？会，不知道。那个不是那个阴天跟没阴天的事哦。太阳是每天都一定会有太阳的哦，只是说它被乌云覆盖而已啊。哪一天没有太阳？请问，我们现在不是说你看乌云遮住的就是没太阳吗？不是这样。正常是太阳是每天都有吗？是不是？那如果今天下雨的话，不是没有太阳，是太阳被乌云遮住而已。今天还是会有太阳。所以说呢，那一个大师就问那个毛泽东说：“你相信明天会有太阳吗？”毛泽东只听到大师给他讲这样，他就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明天一定有太阳啊，这个还用说吗？”但是你今天一定看不到明天的太阳，但是不能因为你今天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，就否认明天，就否认掉没有太阳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在反问，说明天会有太阳吗？一定会有的。所以毛泽东当然他是一个佼佼者，他说啊，这样我就清楚。所以。
傲慢心，好、哦，傲慢应该是先相信后看到，就是像刚刚我来讲的啦。那个什么修行到底是无碍的？如果咱来一直安尼想啦，你也全力付出嘛。咱来想讲吼，诸佛菩萨就是过去修行的人，因安尼做啦，咱来照安尼做，100%的成果的，那安尼你会冲？你来像迄个莫广亮坛主，伊讲吼，我第一就是肯定，肯定到伊坚定啊，这个道是道经的经典文经，所以讲呢，伊当超十八万步。哦，你归当来也成就了二十几天的佛法，伊是一定相信啊，因为伊相信明仔载一定会好诶。哦，啊，所以讲诶，伫这所在就是咧讲吼，如果你若先相信了后去看到，毋盲讲，这个大师讲咱有80%诶，拢是咧先看到甲相信。但是当你要看到相信的时阵，你爱用偌济时间？你感觉？包括你一世人，你也无容易挣到。所以伊讲的讲哦，你会用足侪时间，你才可以印证得到。你要用足侪时间啦。所以讲，咱人往往拢用先知先者得，哦，拢用迄个先知先觉的啥呢？好，用先知先觉的成功，用伊的成功，啊，甲去解释观观，啊，恁够差足济。用伊的成功了，啊，你去解咧观观，哦，安尼。你一个咧，如果你若已经是正听的，都要相信，肯定的，你绝对前进。你若如果讲吼，啊，我讲来到道场，有影听道理的时阵咧，我嘛有答案啦，差不多。哦，按慢慢慢地伫道场慢慢哦，拢经过了有意无意来滴，自己去印证说啊，你可以真对这讲。属性都呈现，但是你大概要在，或许都常常在讲，有一天你会印证，但是要几年后不知道。有意无意啊，从或许啊，从以前的我一直当前，听你前辈这样讲的话，我该打一个问号。但是或许后来有没有印证到？有，但是这个时间唔在经过几冬啊，和他的前身去印证。咱来讲个业力啊，咱讲业力，较早吼，若无变啥个经验，咱讲业力，就哪个业力个加啦，要相信。所以讲个，我们不会去紧张，你知道吗？甲变啥个经验出现了，真的或许那一段时间内，真的就是如临深渊。都没法去讲错话，做错事情，因为让你看到业力的可怕。你觉得那话题啊，我看到那才能够的，对不起啊，第三个因缘存在在你的呈现在你的面前，你相信不相信？我讲的讲哦，第二天哦，迄、那个咱的父亲节庆祝要去台中，啊，去的时阵要迄个交钱入去，哦，啊，我做一只八人座。三个，阮拢坐伫遐半边遐，哦，啊，就伫遐，伫遐咧聊啦吼。结果爬山嘛，伫遐行来，一个啊，伊都发冻个蛋咧，天啊，发个雨较大个，结果咧，安怎过啊咧？哦，真紧张的时阵哦，伊爸爸赶紧到门口，互伊靠在这一个所，哦，啊，就讲，啊，来赶紧来上面的。把你的精英的带起来，上三界了，伊好啦。搁一个啊，伊嘛是搁遐三个，啊要食药啊，啊要叫医生看。你要怎么说？
所呈现出来咱就去看，所以讲起咱拢用先知先解的成功，搁伫遐要去印证啦，安尼到尾到尾容易作些，或许各个讲法要印证这个，也许是十年后，你家去看。但是你若是十当前，你着先相信，然后才看见。你即十当你到做，能够变死嘛就是不要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啊是有影有影，有影啦。哦，因为毛泽东相信明天一定会有太阳，所以讲哦也肯定的。所以我是讲啊，你句话伊的意思咧强调就是讲，咱80%的人往往要先看见，才相信。但是当你有看见，你已经经过10单、20单啊，你已经浪费了啦。啊，咱伊咧讲，你太要用咧先知先觉的成功。哦，啊去做观光的，伊这问题嘛是一直咧甲伊讲，是安尼咧，对对啦。哦，啊，他到那个天尽世间千条路万条路，唯有心无不过云，这句话，安尼听是听起嘛是有影啦吼，但是听了之后，在我们的内心产生不了震撼作用，是有影啦，对啦，哦。但是讲到要心灵学堂吼，有那是，吼有那是安那，安尼，你要知要知啦，啊所以讲呢，确实是，挺大的体悟的，啊，阿弥陀佛讲，这一次是三草普渡上天降道给大难大德，大难大德即个得难经验，啊咱若无好好啊讲去修。哦，即种真的我们就是空度了尽，因为道真、理真、天真，这个是一定的嘛。因为咱话讲，道传万国九州，有伊的得力嘛。但是安，尤其是咱台湾，你也看到咧，进入台湾安尼，让人风湿，让人空干过。咱有法度一贯的，伫这个世界各国许多人的肯定。咱讲真，你个很多国家一世间嘛是肯定一贯道，你知道吗？只是那一个人脸拉不下，一个老皮都袂得安尼尔。好，伊就近甲现在看到，其实他们的那个社工，哦，社工伊的迄个北京的迄个社工处哦，其实他们都知道，他们是肯定的。啊，所以讲哦，真正我们心里安心，不让自己难受。哦，不要再用先知先解哈，因为成功跟人家观光哦，安尼不可行哦啊，或许希望讲大家显显大德哦，啊可以化解，有感觉安尼啊，同修的啊，拢同修多的啦哦，啊当然今仔日的啊，迄个啊，主要吼，啊就以公正的立功的哦，嘛是爱个爱个立言，因为是二为首嘛。三个就会变高手，安尼当然会去他，哦，会办去他了解，啊，当然伊讲叫叶尊，哦，叶尊伊讲西仙，当然以未来来讲起呢，可能这一个话哦，咱两边讲的是真的，可能爱，更是这样，啊，你家不是一切心嘛，哦，哦，你自己家啦。伊即个所在就是讲，哦，当然叶尊伊已经是讲私心，但是伊心中各有物件。哦，啊，你即句话是讲不生一切心，不生就是讲吼，其实你今日去看个、听个，了了了了，对甲唔对，你心内清楚啦。因为你看个甲听个，你了了了了，你不起疑个。所以讲，你一点一点。亲身去必办将开啦，啊！你若莫起迄个一念，要得就无啦嘛。哦，你不生一切心，等于讲你不生一念，你何用一切法？当然，你叶尊来讲的，他的心境呢，其实说，伊是讲哦，哦，悉心，但是他心里还是会有障碍，只是不想多讲。因虽然无结果，你心搁有，我讲安尼咱有机会无？好，所以我伫这所在呢，当然他是用
以喜胜过王，我请等点，我先用这个方法把它突破一下，但是这个还不到究竟，它的究竟就是你要不生一念，你看看，啊，我知影点到你，但是我就这样，啊，我得，所以讲有人家你看的，你要生心不生心，我要去重视你当中的有足济的感触，因为都是猜。人讲个会猜疑个，啊有当时无甲想好个想歹，所以善心疑心，人家来个疑就是安尼。所以我你刚刚讲当着人家咧看着听着，你不一定要再讲出来。你人家讲嘛无路用啦，吼啊以讹传讹，一个搁传一个。那你讲个吼，伫这个道场上面，真的就是会越描越黑，啊一摊屎愈闹愈臭。有当时你看着，有当时是安尼。也许是真的会有错，但是是人家人是无心，哦，无心。或许在讲那个典故，都有一个小官，哦，啊，小官咧，伊处理代志处理了，哦，可能不圆满，但是伊的上司，哦，伊的上司甲调来了后，就跟他讲，我阿个代购也了，哦，换了他嘛，以为就这样，当他知道之后啦，我怎样也买也没有给他什么折点，结果伊变迄个输地瓜咧讲，大人，那像这个吼，一定要讲一百个老板，这个长官吼，伊讲我该办的事，因为我知影这个人的犯错，伊虽然是安尼唔对，他以后不会犯错，而且又不是有心的。哦，啊，我刚刚我咧处理得好啊，这个不用再怎么每个有他稍微做些安怎就对了。哦，所以我家己推荐一个提议，这个书记官，因为哪个，你有去加一个心出来。哦，啊，伊这个长官一算，哪有这个人？哦，他以来个比较遗憾的这个过程，是你每个，你哪能够讲好有赢？像这书记官的话，是不是事情就大了？但是人这个官会做官的产业，伊会讲伊安尼处理 ，OK。啊，这个人你嘛唔免甲责备到底咧。他这个看来真的是无心之过嘛。哦，澳门这真的还是小的事情，其实你哥都不用讲。所以讲有当时啊，一寡浅浅都会跟破解说怎么样，破解会去斟酌。我是免甲讲的，我还没斟酌咧，我不一定会跟他讲。有当时啊，他真的是。无心的，哦，啊，一个是小小的，啊，有当时是咱人的念无同，唔是伊唔对哦。你如果讲啊，还你着唔对，我你着强烈甲伊责备，或者遇到的真的有的不是他有心，有当时你讲在处事的当中，你还没办法留八面玲珑，大家要注意到的，哦，啊，但是这个是小事情。也许你要给他机会历练，好，啊，你要多多耐心，哦，你要挑起来讲，有伊人也讲得对，所以讲给咱两年我做这代志，拢是因安那讲，拢是由于了解不在其位磨其政，好本先治，我讲咧，咱敢听？咱伫道场，无叫道场是咱共有诶，大家都有责任去关心，这个是必然。但是咱个道场每一个部分都有伊负责个人啊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有问题你去找负责个人，卖讲哦，我来讲个，我看伊做安尼，啊，你来做安尼，啊，安怎都无得安尼，结果毋对做个人是。叫人交伊的上司交代伊要做嘛，啊，我来去代工一代，这个人伊要听啥物声？哎，我嘛是浅浅啊，伊的长辈嘛是浅浅啊，啊，若佫一个来呢，佫再讲一个，这个人听啥人讲的话是啥样的？我是去听啥人？所以或者你刚刚讲，真的有个人是好管闲事，爱书的造出来。我刚刚讲，你没关心的，才你去找业主。
耶稣你都不要跟人家搞，那安尼怎么喝？对不？你的小你的小孩，我的小孩，我的小孩，我也搞到你安尼怎么？我不爱小孩啊，角度会不一样。按、啊、你说我是错吗？啊，哪里有你怎么喝啊？好啊，所以我们有道场，其实或许其实我后来以一个七点七点哦，平时在或许要讲的是认清目标。啊，或者有去看到一段，真的在道场上有的事情就是好管闲事的，得五张六块六块二，下面七嘴八舌的阿弟，都听那边给说的。我不能听，有人就能听，咱有意味无意思，我为什么会做啊？会甲恁讲，因为咱有咧烦恼代志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到有的事情。关心是好，不能不是，不是不能关心。大家不要都是想当那一个老大。嗯。唔，我们做迄个老大对啊。哦，啊，大家要做老大，爱当面来听。嗯。是不是？但是你想讲哦，当前行的话，就好了。你不用多嘴，多嘴就是会产生一些问题出来。啊，真的，你看到，你可以找他的主管。啊，有啦，法度的人嘛，一定有的时候真的还是会吝啬啦。哦，比起来华都，你现在搞代理子，我感觉我嘛不会喜欢你个啦，你是讲拥堵啦。哦，真的还是有错的地方。哦，啊，不可能嘛，我讲啊，你大家来啊，我要来讲啊，这个这个人讲过来，你别口底咧在填啥？哦，感觉到你到底有啥子代志？我没有啥代志，我唔会填啥。因为大家来拢前行，拢爱前行，哦，所以或许是刚刚讲话真的，不然他们个钱，工资之类啊，当然啦、啊，这是以为生活为所啦，吼、哦，爱办公，像 DJ 吼、哦，爱办他，对起家己愈分析吼，啊，应该较愈，哦，愈干愈想，吼、哦，安那一个。比较具体的呢，可能就太三心了。哦，啊，你当然如果是讲点看钱的方面，你后壁都有重要嘛。可能就是讲伊，伊那个讲的过变拢较具体、较正、较具体的讲，较不是每个讲较小话题的，我们就不要再讲，比较讲比较相关的，安尼的时间呢，可以控制一下，应该也就 OK。啊，就这样的话，啊，也希望。啊，那你浅浅大的我还能进入到玻璃啊，哈，这是什么关系？那请退出随身碟。好，感谢各位浅浅哈。好了，好了。Thank you.